ABB 最近与闵熙珍还有 New Jeans 合约纠纷在记者会之后正式决裂，而韩媒 Dispatch 也爆料关于闵熙珍的种种丑闻，指出他怂恿 New Jeans 解约，还背地里贬低他们什么都不会。而网友们则是认为 Dispatch 的报道被 ABB 收买。过去 Dispatch 以爆料名人恋爱而在韩娱界十分出名，但网友盘点历年爆料事件，完全没有正式爆出 ABB 旗下艺人的恋爱消息。即便有放出 ABB 艺人绯闻的消息吸引关注，但最后都没有正式爆出是谁。舆论认为 Dispatch 目前已经失去媒体公正性，似乎是为了利益和权力服务，作为一间狗仔媒体有特定的立场做出报道，而闵熙珍也不甘示弱对记者提告。